祷告哈，主啊，你来啊，主啊，你来到我们的当中啊，来恩膏我们的这个啊敬拜团啊，我们今天的主席啊，我们今天的讲员啊，我们在外面的做这个招待员和在座的弟兄姐妹，主啊，你都来啊恩膏他们啊，主啊，求你的圣灵啊降。在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里面的弟兄姐妹啊，你来啊保守他们啊，聆听你的话语，主啊啊，今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啊，我们能够得到你的恩膏啊，我们祷告，我们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好，感谢主，我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让我们站立起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开始今日这个星期的主日崇拜好吗？哈利路亚，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开始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恭敬地把今天的主日崇拜交托在你圣手中，主，求你的宝血遮盖这个地方，主啊，天君天使围绕在这个地方，主啊，你恩膏我们，使我们敬拜赞美的，使施工的这个网络施工的都有你的恩膏，叫今天的主日崇拜从开始到末了都有你的保守，主，任何的时刻你释放你医治的大能，你彰显你的大能，主，在我们的当中，你使我们每一个人分别为圣，主啊，你使我们，让我们恩膏在座的每一个旋律，每一个今天的讲员每一句话都充满了你的能力，主啊，你是那位伟大的上帝，主，你必为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让会众从外院带到至圣所，为的是荣耀你，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
在这个世上为的是拯救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赞美我们这位现在正在永在的上帝，我们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是，主，唯有你，我是我的一切。Sure.
满全世界，荣耀充满全地。当世界沉默无语，你将真理放在我心中，我要永远赞美。我心何等感动，你离开天上荣耀。
声说，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谢谢耶稣，你真好。
欢迎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好，在我们还没做这奉献之前，好不好让我们的招待员们准备，请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做这个低头祷告奉献。主啊，在新的一年，求你赐下祷告的灵，让我们能按着你的旨意祷告，在你当主的路上，不再为了自己的计划苦苦地求你给开道路，而是求你指明我们不偏左右，紧紧跟随你。求你兴起你的教会，让弟兄姐妹们的生命都能得到提升，找到自己的恩赐来服侍。教会造就领袖，属灵的领袖才能带出属灵的教会。现今是个互联网的时代，求主给你儿女们的聪明智慧，让我们能够借助现在高科技的传媒广传福音。求你纪念在媒体事工的弟兄姐妹们的奉献与劳苦，求主让线上线下的弟兄姐妹都能悉听到牧者的讲道，使他们生命得以扎根在真理中。主啊，帮助我们尽心尽力爱你，帮助我们甘心的奉献在神的事工上，我们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有限我们的奉献，求你祝福能帮助更加多的人。感谢主，奉祷告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来让我们看特别的事项。在座如果是你们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亲戚有需要在这个物质上或者是精神上有需要帮助的，可联系我们的 Tony 以及 Johnny Lau 弟兄。也请各位弟兄姐妹为阿杜兰中心代祷，求主保守着长者们有这个健壮的身体，天天喜乐。新年也将到，在新年里面其实我们最重要，除了有这个去互相，现在我们今年可以去这个拜访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新年呢，我们在2月13号呢都会有一个自由餐的这个晚宴，求弟恳请希望弟兄姐妹们都能够一起的参与，时间是在6:30，地点是在大好运酒家，每一位收费是35元。如有兴趣的弟兄姐妹请联系我们的舍琳丹姐妹。如无法出席我们今天的实体崇拜呢，弟兄姐妹都能够将你们的爱心奉献转账到 OCBC Bank 户头，户头名字是 Seromban Life Assembly， 户头号码是在我们的荧幕上。好，在这里现在我们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讲员Pastor Jeremy。 Hello， 感谢主在还没有证道之前，让我们来唱一首歌很简单的，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就把我们的眼睛闭上，我们慢慢的来唱这首歌。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恩典，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更深更深的仰望他，
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姿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更慢的，我们来唱。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姿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愿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上帝，我们相信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你在我们当中来动工，如同鸽子飞翔，如同老鹰飞翔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上空当中。没有所有的一切的乌云都已经被拨开，唯有你的灵，唯有圣灵，如同鸽子，如同老鹰，在我们上空飞翔，来带领着我们前面的道路。主，我们仰望你，我们跟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Hello， 感谢主啊，能够在你们当中来分享。那要分享什么？在这里，上帝有一个特别的季节啊。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这段时间在试水叫什么，做一个 testing 啊。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有实体崇拜我们会想台顶的信。那也有人问我，为什么耶利米你会出这个福音专辑你是不是有足够的资源呢？你是不是有足够的歌呢？你是不是有知道要怎样宣传呢？那我服侍了十年以后其实在16年前我领受一个意象，也从牧师，从三位和两位牧师其中一位姐妹身上领受意象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如果熟悉我告诉不少人我的意象，上帝要用我，也没有太多的人愿意相信当我出了专辑以后，然后去到一个教会是阿嘎贝那时候认识一位在酒后的牧者，然后他说，哇，你这样勇敢我们教会3年了都没有办法出到一个福音专辑，歌有了，钱有了，人有了，什么都有，但是就是还没有开始。那今天在为什么我会开始耶利米哀歌这个事工，是因为在10年后有一天我祷告，我说，上帝 give me a sign 你拣选我，然后就在这个我教会最旁边运来茶餐室一转弯，当我说 give me a sign， 然后就出现一道彩虹，然后出现了彩虹，我是否已经有足够的资源呢？没有。那我就因为一道彩虹，一起说，一道彩虹算什么从人的那里去想，但是只因为一道彩虹，神只给我一个 sign， 然后我就开始向前跑。那我知道先知在本地本乡不受欢迎，当然我没有不受欢迎大家放心还没有很出名，也没有多少人认识我，但是只因为一道彩虹，那我就开始
把我的歌，那时候我只有多少首歌，只有三首，那三首歌银行没钱，那怎样做诗歌，就给 deposit 做了，做了以后然后就怎么样向这上面一起这样子做。那这个不是拜天公了哈，是我们敬拜上帝。我说上帝啊，帮助我，没钱啊。然后一祷告，那个礼拜钱就来了。然后又有一个人，对不起，就是那个 producer James E 啊，他就打电话来，给喜再走第一首歌啊。那为什么他会这样问我呢？因为我没钱啊，我没有办法一次过给完一个 album 的钱。然后他就，他一这样讲，我说你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点时间，我没有告诉他我没有钱啊，然后我又做这个动作了，然后那个礼拜就拿到奉献。每一次结果这首歌就已经，或者是当我不够歌了怎么办，那一样了，大家来做一做这个动作，很不错了。然后我又写一首歌，每一次不够的时候又来一首歌。我的钱我的歌也是这样来的啊。当时我觉得我要讲这个见证关于赶鬼释放，应该是有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当然我相信所有的教会都是被圣灵充满特别在圣灵恩赐当中运行对赶鬼释放不会陌生的教会会邀请我，但是不是反而是浸信教会先来邀请还有 SLA 然后在短短的时间里面，直到三年我很少去告诉别人带领多少人信耶稣，但是就是很多。那我告诉你，在三年前我没钱，我没歌，我什么的也没有，我只有一件事sign。 然后那个 sign 讲什么？云柱火柱现在已经向前跑，你要拔营向前行。然后我就开始，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是预言当我讲出来你会开心，你会难过，你也会可能会生气，就是上帝会把他的恩膏给在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和第三个月已经来到实体崇拜的弟兄姐妹。但是这个要付代价哦，因为没有的 testing。 那我没有说谁要我讲这句话，但是恩膏，我是说，我不是说救恩，我说恩膏，一起说恩膏。恩膏是给勇敢的人，恩膏是给把脚踏到随身之处的人，然后你就会领受恩膏。因为2022年已经不是你等我我等你的时候，2022年云柱火柱不再停止。我不知道2023年如何，但是2022年神的云柱火柱已经向前跑，然后你不能够等。有一些人会说不要做，再看一下，但是2022年你要拔营然后向前跑。阿们。然后你看上帝在你身上成就何等伟大的事，你不需要跟着别人，但你跟着上帝请放这个正道的 PowerPoint 啊。今天这个主题其实给我很大的力量，也是我在我自己教会在晨祷，甚至我对自己说了已经上十篇二十篇的道，不只是在台上，在我的心里一直重复。那这段话给我力量。我曾经在2020年，我在2019年开始施工，2020年的时候我想到什么都不能做，那我就开始打广告。
我说我想办法打广告，然后当我要打广告的时候，再用着 FB 打广告，用着 IG 打广告，结果我的户口就被 hack， 然后我的 account 被 hack 了多少次？在你们当中分享过多少次？四次，一起说四次。为什么四次？因为我很不听话，一次、两次、三次都要用自己的方法，到最后我就降服。我一降服，然后这个心火飞腾，然后台湾的，然后包括很多一些的平台就开放，然后使到我自己的见证在2020年的时候能够传递出去。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我开始把我的 FB 跟 IG 的重心转到去 YouTube。然后我讲 OK， 上帝，我不打广告，你教我一个功课，你教我信心的功课。然后上帝也给我一个感动，他说暂时不要太过靠 YouTube。 我说不靠 YouTube 还靠什么？我不是说把正道放弃 YouTube 是错，但是我依靠 YouTube 又发生，我每一次只要依靠那个，不是依靠神，依靠那个的时候，一起说广东话粗点叫来也了，你明白什么叫来也吗？就来也了。然后就发生一件事情，在2021年的11月，我把我所有的讲道都放到 YouTube， 结果我的 YouTube 被 hack 啊，关掉。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关了不用紧，关了过后，很多教会就打电话给我，接着 WhatsApp， Hello， 接着电话，你可以来我们教会来布道吗？结果在全马来西亚里面，有许多的出去布道的自由传道，我是接到最多电话的那一位。我是谁呀？我是谁呀？为什么我会领受这样的恩典？来一起做这个动作啊！就是不是跟上帝讲恭喜恭喜恭喜，主啊！没有别的依靠，只有你，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然后当我说圣灵我向你开放，这个异象不断的临到，差不多每一个礼拜每一次我都看到异象，以前可能一个月看一次，但是差不多现在一个礼拜看两三次。那上帝就开始一直讲话，因为我把我的眼光放在上面。我相信当我眼光没有放在地上的时候，可能我的 YouTube account 又会再次重开啊。但是记得不要把你的依靠放在地上，不要把你的依靠放在地上的资源，不要把你的依靠放在人环境，要把你的依靠放在上帝，然后你一定会突破。阿们。我们祷告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在天上不是说神很远啊，天上啊很远，不是，天上的意思就是方向，那个方向在天上，你的资源在天上，你的资，其实天上也不是很远，只要你一抬头，你就神就会彰显，是方向，不是距离。我们很多时候把放在人身上，哎呀，我的教会支持不支持我？啊，我的老板支持不支持？我的员工有没有恪职支持我？现在马来西亚政府有没有支持我？我不管这个，我只是知道我的神常与我们同在，阿们。那我就把我的眼光放在上面，一放在上面，一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第一件就告诉你，我们都要依靠，不是在地上的父，是要依靠在天上的父。那可能我们的前任首相跟我们讲他是阿爸，哦，你知道啊。但是他不是，因为我们只有一个阿爸 在天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讲一次，我们在天上的父。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恨不得再一次提醒他说，我亲爱的所有弟兄们啊，不要看错各样美善的恩赐，所有全部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一起说，都是从上头来的。你说有一，哎呀，有可能有几件啊是地上的。你看那些人，哎，一些弟兄姐妹靠地下的也可以成功吗？但我不管，
因为雅各说什么，他说不要看错，一切美善的恩赐，一切全备的赏赐，都是在讲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2020年跟2021年的时候，上帝教我们在圣经里面，福音书也好，以西结书也好，讲到基督徒有四个样子。第一个样子是狮子，有还有牛，有人，有老鹰。再讲一次，狮子，一起说狮子、牛、人、老鹰。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代表狮子，他是王的形象，然后在马可福音他像一头牛，他很谦卑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还有人，耶稣带着人性，他是完全的人。然后还有老鹰。2020年2021年2019年也好，其实神的带领方式像极了牛，我在用预言的方式跟你们讲到牛和人性。当牛是他在做的时候，上帝要教导我们两个功课，就是谦卑，一起说谦卑，受苦，然后告诉我们，我们是人啊，我们很多无能为力。但是在2022年，一起说2022年，我在2021年的年尾开始不断看到一个意象，就是老鹰，而不同形象的老鹰，以后有机会跟你们分享。然后在2022年，甚至包括在你们的这个联合祷告会，当时候李玲和 Madam 冠请邀请我一起跟你们，我看到一头狮子在 twist 着咬着那个兽的头，在把它扭，那个兽就是魔鬼。所以我在开始看到狮子，在2022年，神要以狮子、以老鹰来形象来彰显他自己。当神是王，他说 Go， 你不可以说 Lord， 等一下，我 test 下水。Hello， 现在是2022年，季节已经转换。不是2019年，不是2020年，也不是2021年。神带领的风格，神的恩高，你错过。你说，哎，神，我还要再进去。约书亚跟加勒说到，我要进到迦南美地，我要进到迦南美地。然后有十个支派摊子说，哎，那里的像巨人，我们像蚱蜢，我们很多借口。然后到最后上帝出来发脾气，砰啊，你们要留在旷野。然后这十个支派的领袖说什么，哎呀，我们后悔了，我们现在要上。然后上帝说什么， No， you miss。 那这叫王。在2020、2022年的时候，神说话蛮有权柄，蛮有能力，也说一不二。他说一月、二月、三月，我会把我的恩膏倾倒在来到凭信心来敬拜的人生命当中。你说我是在四月来，这样我三月来好吗？我三月来嘛，这还有Pastor Jeremy讲还有一个到三月嘛，三月我才来。对不起，三月你拿的一月、二月的恩膏你错过，你必须现在马上做一个决定。然后你说是，我现在做一个决定。哇，我的道基本上今天不用讲了，因为那个预言一直在里面。对不起，如果你现在做决定，你也会哀哭切齿。为什么？因为你错过今天的恩膏跟上个礼拜的恩膏。 Pastor Jeremy， 你哪里学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在五年前，一起说五年前，神的恩膏很强临到我身上。我也在你们当中，我直接分享这个见证。
当时候那个恩膏临到我身上，连教会都惊讶。为什么？因为那些人来到在那个位置也好，他只要站起来，我不用按手。 1, 2, 3, 他就倒在地上。我现在按啊，五十八线，要看上帝的意思。上次不用，我也不用看那个人 有什么病。你那边不舒服吗？你是不是这边有点不舒服？我不用这样问，我只是说你站起来，准备 1, 2。 然后一些年轻人还没有信主的，在 homeschool 跑到来这个聚会的场所，来到不知道为什么就跑来前面，他就倒下去，然后就吐了两个礼拜就得释放，什么都不用做。但是我不谨慎，我告诉你，我就软弱中打滚。五六年前，然后这个恩膏 left， 我按着，有一些有倒，有一些没倒。我说主，请你再给我恩膏，我就祷告。然后有一个恩膏临到我身上，预言的灵，所以在我身上有一个预言在里面。开始我就看到异象，开始我的耳朵灵耳打开，然后我听到天上的声音，我听到天使的歌声啊。刚才有一两次我就看一看，有几次我看一看Dr. Guan Pastor Guan， 然后看他的时候他有在吹，有时候我听到，那我看他有吹没有，哎，我知道是天使在吹号角。然后这个就是我的第二个恩膏。然后我按手，我知道那个人发生什么，因为神给我这个恩赐，预言的能力。但是哪一个比较好用？我知道，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不用问啊，来来，我按手，来抓一下你的手，我给你祷告，下卡拉巴若库行动，不用。你说我懊悔吗？你说神做事不是爱吗？有时候神真的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有良善。但当讲到恩膏，一起说恩膏，你马上，他说谁要你就要出来，你马上就要回应，你不能够错过。神有一个恩膏，当现在这个恩膏慢慢恢复，这个预言的灵越来越强。我说上帝，你可以不可以恢复那个？他说可以，你要付更大的代价拿回那个。以前什么代价都不用付，保守自己的心 free。 但是现在我要花更大的代价祷告，分别为圣。上帝说那个恩膏就会慢慢恢复。弟兄姐妹，我在你们当中好多次分享了，你也知道我是按照圣经讲道的讲员。那今天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够跑下去。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个很严重又很好的消息，在一月到三月，神的恩膏会临到你们当中，你不要错过，你不要再看一下。你说我在这边很久了吗？我也不怕你骂我，我也被会有骂过很多次。当我告诉你，你要不要？你错过就没了，你错过，你说你错过啊！我现在马上，你还是知道，你因为你曾经错过了几个礼拜，所以你知道你不能够再错过。神不会说这把前面的再给回你，会可以，你要付更大代价，本来是 free 的。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从上头来的恩膏，在2022年的时候，神会以老鹰、天空的王跟地上的狮子的形象彰显。当我看到老鹰的时候，在异象里面看到老鹰飞过，我说神，你是在属灵的上空中会以王者的形态来带领我们。然后 我回到去，我驾车的时候，我说神啊，会不会看错了？可能想象太丰富，看错了，有可能吗？
然后上帝很怕我，我怀疑，我一下车发生什么事情，有一只真的老鹰飞到那个屋子下面，我一开车就在我的屋子下面这里就飞给我看，咻，啊，怕我看错，来一个真的，有什么可能啊，老鹰飞到这样低给你看那花翱翔。然后我就告诉我老婆，我说老婆，上帝会以鹰的形式来带领2022年，我们要依靠他，我们要凭信心，不看人，不看环境。他说，啊，我相信是怎样的，啊，是怎样的，啊，我说你祷告了，神会秀给你看。结果我们两个抱着孩子的时候，那老鹰又再次飞下来，呼，我说哎呀，就是那只，啊，应该是上次也是这只飞下来的。马在芙蓉也很难看到有老鹰特意飞，然后飞下来，然后旁边还有几只麻雀。麻雀飞的时候差别在哪里？当风一吹到，进来吹年风啊，呼，吹的时候有气流，那个麻雀做什么？那个气流一吹到他们，他们就要 adjust 咯，啪啪啪啪啪，这样子拍那个翅膀。老鹰做什么？任何气流来到，他只要打开他的 soar，like an eagle， 他翱翔，一起说翱翔。他只需要打开翅膀，呼，他就飞了，连拍都不用，就是这样，这样摆一摆，因为他没有受气流影响，气流成为他的力量，这叫恩膏，这叫恩膏，老鹰的翅膀是恩膏，这叫恩膏。当你没有恩膏，同一个气流来到你，你需要这样子 adjust 来适应它。但是恩膏来到在你身上，任何风吹雨打来，你只要张开你翅膀，一起说恩膏，上头来的能力就是这样，你就过了，还越飞越高。弟兄姐妹，什么是恩膏？我告诉你，恩膏就是这样子呈现出来。当你领受恩膏，别人要拍很多次，你只需要这样子打开，你就翱翔。把握，把握，把握。哎呀，不一定的啦，没有的不一定啊。我 test 过了，一起用手指拿出来，指着 Pastor Jeremy， 他试过，他知道啊。一起自己心，他试过了，他知道啊。所以为什么我这样感觉？那个恩膏强到我只要经过。不会输给菲利满头发了啊！但是我不听话嘛，我不是很听话的基督徒啊。我常跟你们讲，我坏蛋在哪里？可是我会跟你讲真话。所以这一次第二个恩膏来到，我会不会不管他？我不会轻慢他，不会了。即使是第二个恩膏，即使是 secondlevel 的恩膏，我也抓着他，我不会再放手。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不管你有没有拿到第一或第二，你一定要拿到。可以的话，现在就要领受上帝给你的恩膏，如鹰展翅上腾，上帝的带领如同狮子一样，你不要错过他的恩宠。因为在地上没有任何的能力你能够靠着得胜，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主的灵方能成事。从施洗约翰开始一直都是这样。谁能够把保罗推出去，一推推到去罗马，谁能够把这个保罗推出去？没有人可以推他，他扭来的。因为耶稣显现上头来的异象，上头来的能力把保罗推出去。谁能够把彼得推出去？他也是一头牛来的，还是蛇头啊，不止牛啊，很硬啊。为什么他会出道去凯撒利亚腓立比？对不起，不是凯撒利亚，凯撒利亚，去向哥尼流传福音，看到异象。谁能够把教会从这个马可楼推出去？圣灵的火焰，没有人推得动啊。弟兄姐妹，谁能够使教会成长？
等新的 SOP 来啊，新的来，开放的不开放的都推不动教会。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推得动，有很多教会复兴了，因为之前没有 SOP 嘛，应该是很多教会复兴了的嘛。但谁能够把你推出去经历上帝的复兴？一起说，天上的意象，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你眼睛 要看上面，不要看人。谁能够把耶稣推出去？当耶稣被圣灵充满，他就被引到旷野；当耶稣被能力充满，他就出道去市集来传福音。这个我不说了。我说恩膏在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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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火车的力量在哪里？在火车轨道上，那个就是他的意象。火车说：“哎，我看到旁边有一辆法拉利跑很快，我很羡慕他。”他就 off track。当火车跑出轨道，他有没有能力？他就没有能力，他就翻车了。有一位印度牧师、不说印度牧师了，我先说有一位牧师，这位牧师大家都认识，叫做张茂松牧师。张茂松牧师的教会，我曾经去到台湾，特别参加他们的、烈火特会。然后、他讲一句话，他说当时候教会台湾推行很多的 movement， 有天国文化，有先知运动，有很多，他们都去学，学了有没有复兴？有，一下子，然后又沉，浮浮沉沉，那个教会还是浮浮沉沉，没有力量。那后来他祷告神，你给我们什么意向？虽然我教会可以做很多，但是有一个 call， 他说你要这样向韩国人祷告：主啊，主啊，主啊，一起说主啊，主啊，主啊，一起来祷告。然后他们就祷告，沙拉巴拉巴拉一样的罗克的罗克山的。那这是他的恩膏。如果另外一个教会灵粮堂学行道会，他就行道会学过去不 work， 不是祷告错，因为那个不是他的 track。 当他主啊主啊主啊一起来祷告，沙拉巴拉巴拉巴拉，教会就复兴了。但是也有不少的教会也把那个抄过来，我们一起来主啊主啊主啊一起来，哎，怎么然后什么火都烧不起来的，因为那个不是他的意向。由于印度牧师他见了一位先知，那先知告诉他，你要把人带到去跟弟兄姐妹一起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然后他就去他就说我要建立一个大的教会，我要建立一个大的教会。他就学着套学着套学着套来带，结果一带的时候教会大概100个人就少了30个，第二年更少，变再少30个左右。那第三年教会做一件很明智的决定，把他请出教会，因为再来啊，他的那个教会要执笠了啦，人更少了。一请出去，那个牧师心里 OK 好了，感恩了，反正什么都 resources 都没有了，那我就做一件事情，向贫穷人传福音。一传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复兴来了。然后教会做一件更明智的决定，快点回来，牧师，对不起，我们那时候不应该请你走，你快点回来。你的意向在哪里，恩膏就在哪里。然后你的意向在哪里，你要问他，因为你的计划是他给的，你要问他，不是去抄，不是去看，不是去学，你要学榜样，但你不要全部抄过来。今天为什么会有教会邀请我去做布道？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一些机构告诉我说，我要给你做某某机构 的这个的负责人。哇，两个机构，很大的机构跟我讲，你做圣美兰的青年部的代表，我们会给你钱，我们会给你这个给我那个。我心里只有一句话，我知道今天你会请我只是因为你看到在我身上的恩膏。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恩膏，我拿你的 resources，我恩膏不见，你再也不会叫我回来，因为我知道我的恩膏在哪里。我的恩膏在哪里，就是每一天在8点到9点在那里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我请、私请
今天讲的不是很长啊。弟兄姐妹，你要有一个，你要相信，你要相信，当圣灵的恩膏临到你的身上，太好了！一起说太好了。因为你只需要这样子，你问老鹰你会累吗？才是这样，这样比较累，还是这样比较容易？这叫恩膏。恩膏从哪里来？从上面来，从意象来，从信心来，从圣灵那里来。不要忘记圣灵。你说这样，你黄传道今天你讲的东西很玄呢，看不到的，讲一些看得到的东西可以吗？对不起，神就是个灵，你跟着他，你会发现，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顺利，然后教会复兴。阿们，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唱那个耶稣荣美的救主副歌就好了。哈利路亚，好吧，我们站立起来。哈利路亚，苏库拉巴罗库恩达拉卡香达，伊利亚达拉香多，库里亚达拉香多，库拉巴拉西利亚达拉香多，西利亚达拉香多拉巴拉西利亚达拉香多兰多，何等奇妙，何等荣耀，比你们唱的再慢一些。何等奇妙，何等荣耀，超万民之上，配得尊崇。何等奇妙，何等荣耀，耶稣我主，超万民之上，耶稣，在你的恩膏里，何等奇妙，何等荣！当你敬拜的时候，恩膏会临到你身上，超乎万民之上，配得尊崇。何等奇妙，何等荣耀，耶稣我主。耶稣，当你不断敬拜，恩膏就再流到你身上。苏库拉巴拉卡西基呢，伊利亚达拉卡呢，何等奇妙，何等荣耀，超乎万民之上，配得尊崇。耶稣我主，超乎万民之上，
我们来敬拜。希克利亚达拉希利亚多，哦啦啦啦巴拉巴拉希利亚多罗西多，苏库拉巴拉巴拉克的西达拉看达拉卡香多，我看到老鹰在你们当中飞过，从我这里呼飞到你们当中。希克利亚多罗库苏库巴拉巴拉卡，达拉夏多，阿拉巴拉巴拉卡夏多，库巴拉卡西的。你说主啊，我要大声敬拜还是小声敬拜好呢？我说都可以，你要把你的心打开。哦，拉巴拉西，哆拉巴拉库西，里亚达罗库库库巴拉卡西的，伊里亚达拉巴罗库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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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的。哦，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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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西基里亚达罗库多，苏库罗库巴拉巴拉卡达拉卡西里亚达拉卡香多，耶稣西基里亚达拉卡多，哦，拉巴拉西里的，阿拉拉拉巴拉西里亚达拉西里亚达拉巴拉巴拉夏多拉巴拉西提里亚达拉。充满充满你的教会，苏库拉圣灵再次充满，大大的充满，苏库鲁库巴拉巴拉巴拉卡辛的，大大的充满。哦，我只见你，我只见你，我不是看人。西里亚达拉卡西，基里亚达拉卡香的，乌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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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卡的。西里亚达拉巴拉巴拉巴拉香的，西里神会倾倒他的恩膏在 SLA 的上面。西格，不要管别人讲什么，不要管别人讲什么，神会把他的恩膏临到你身上。苏库鲁库的鲁库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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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西的。哦啦巴拉哦啦啦啦啦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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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里亚达拉巴拉香都哦西里亚香都，像一只老鹰一样，这个教会会像一只老鹰一样。苏库鲁库巴拉，这教会所做的，他的眼界会像一只老鹰一样。苏库鲁库达拉卡西里，哦，我看到那个老鹰开始停在你们的教会当中。那个老鹰开始停在停泊下来，它飞下来了，在你们当中。苏库鲁库巴拉巴拉巴拉看的，苏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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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卡西的，哦，是的，是的，加倍的恩膏，加倍的恩膏。哦，库鲁库达拉卡西的，是的，这上头的能力，上头的意象，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在你们当中，耳朵会打开，眼睛会见意象。苏鲁库西的，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的灵里会有那个感应，这个先知的灵，先知的灵会临到你们当中。苏库拉巴鲁库库库多鲁库西安多，库拉卡西的，你要顺着圣灵，不是顺着程序来敬拜，你要顺着圣灵来敬拜。圣灵会成为那个 conductor， 他会在前面来指挥。西基里库库鲁库托库西，他会告诉你有些歌你要重复唱，有些歌可能你选了你要停止，因为我现在要用这首歌，我不是要用这首歌。开始你们的里面会有一种灵感，你知道这个生意我需要继续做下去。哦，是，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哦，库拉巴拉卡西的，有些时候神说你要回到你的恩膏里面，回到你的意象里面。你要离开，你要离开，做回我所呼召你的事，我就会在你们当中，我会提升你们。西库拉巴罗库库库达拉卡西的，库库拉巴拉坎达来坎的，哈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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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坎的，伊利亚的，你说，哦主啊，哪里来人来做？哦，哪里来有钱？你只需要向着他。你记得今天。我不断在你们面前重复的那个动作，你要向着天，你要向着天。希基利亚的，你说主啊，哦，上头的，上头的，我在天上的父，不是遥远的，但是是在上面的，我在天上的父，请你赐下人力，赐下资源，最重要赐下圣灵的大能。哦，库鲁库巴拉卡修的库都鲁库信的，哈拉坎达拉卡香的。哈利路亚，苏库库多，哦，拉卡辛多，哦，拉坎达，
Ora kashinda, si korokonda, ikinda, okonda, onda。我会打开在你们当中的眼睛，上帝说，我会使你们当中的人看到异象，不是一个两个，你们当中会有许多的人会看到异象。你们许多的人的耳朵会打开，在这个教会，许多人的耳朵灵耳会被打开，是否如同老鹰一样，他们有这个属天的触，这个的感官。神会把这个恩赐赐给 SLA 教会。希基利亚的罗库兄弟，哦，拉基达拉卡香的，库拉卡香的，哦，那你说我要做什么？你只需要打开你的心，告诉他，我愿意现在跟随你，我愿意现在马上来跟随你。苏库罗库的困的，伊的所有的不舒服都会因着我们仰望天上。这些一带地上的身体的不舒服也会因着神的大能而离开。神因为神的大能要来医治，神有医治的恩膏在你我们当中。我看到有几只，大概5至6只的白色的鹰在那里飞，哦，5-6只的鹰在那里飞。所以我知道不止一个，不止一个，在你们当中会有起来先知群会起来在你们当中。苏库拉巴拉巴拉巴拉看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哦，拉巴拉巴拉巴拉西鲁多，哈利路亚的。何等奇妙！你们期待吧，何等荣。超乎万民之上，我们会从里面唱，配得圣灵啊，你是配的，我们尊崇。何等奇在这里你要做的事，何等荣耀，耶稣我主，超乎万民之上。耶稣，哈利路亚，苏库罗库达拉卡西，啊哦，西基利亚达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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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卡西，在你们当中，你们可以开始感受到神的恩膏附在 upon fall upon 在你们的身上，是你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可以感受到，啊。有一个外袍，一个新的外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今天来的人有福了，你们今天来的人有福了，因为有一个外袍披在你们的身上，我感觉到有一个薄薄的外袍披在你们的身上，你们的祷告会更加有力量。对不起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会得罪你，你也知道我也不怕给你知道我是谁，你要回来，你要回到我们当回到这里来敬拜。苏库罗库多罗库信的，哈拉卡西基里汉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告诉你，在3月过后，你们教会就会冲了。苏库罗库信的，然后有的人会跟不到，因为他的身上没有恩膏。有的人会跟不到，他本来在前面，结果他变成在后面。是的，因为那个恩膏不在他的身上，因为弟兄姐妹跑太快，他跟不上。即使回来也跟不上，所以你要快点回来，你要快点回来。苏罗库信的，你要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哈利路亚，苏库拉巴罗库多罗库信的，哦拉卡西基利亚的罗库的，哈利路亚，苏库拉巴拉卡的，哈利路亚，西基利亚的罗库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还有看到一条河流在你们当中开始流了，但是那个河流在这里，感谢主还在这里开始流了。那医治的恩膏在你们当中，神也要浇灌在你们当中。还没有慢起来，还没有慢起来，在这里，在我这里前面。哈利路亚，哦。西基利亚的罗库山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哦，哈利路亚，是吗？你知道，你领受恩膏，你可以感受到的。我知道你懂，在你的身上，你能够感受到神的恩膏临到你。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今天你如鹰展翅上腾，在我们的当中。鹰代表神以神儿子的形象，神子的形象彰显在我们当中，这不再一样，不再开玩笑。你说义就是义，你说走，现在我就要跟。哦，不是你等我，我等你的时候，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把握这份恩膏。哦，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会领受这个医治的油膏，甚至很多时候他们都不用按手，人来到前面，那个油，那个医治的流已经在前面开始满溢。人来到前面的时候，很自然就得释放，很自然。可能牧师手还没按下去，他就感觉到邪灵离开，开始很多的疾病有疼痛的地方就不再疼痛。但是这个恩膏才在这里。哦，继续祷告，继续祷告，把握机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祝福 SLA 教会，祝福 SLA 教会，像一只老鹰一样。2022年像一只老鹰一样，还有许多的老鹰展翅翱翔上腾，在神的属灵境界里面。奉耶稣的名祷告，祝福你们。阿们，阿们，阿们。大家请坐。兄姐妹需要祷告的再上前来，哈利路亚。因为你知道，雷金明是一种恩膏在这边，那我们像老鹰这样，老鹰有看到地象，看到前面的方向。所以弟兄姐妹，多一点来教会，多一点来教会 ，Amen。不用担心这个地方不够，上帝会给我们更大的地方 ，Amen。哈利路亚。如果有需要的上前来哦，当我们做个结束祷告的时候，你有需要的话上前来，不然的话，机会到现在为止。但是你可以跟弟兄姐妹互相交流，互相祝福啊，哈利路亚。亲爱耶稣基督，谢谢你今天晚上赐给我这个教会，有意象的教会，有先知启示的教会。上帝，我们知道。你会使我们复兴，我们知道我们要兴起来，很多人，很多人会来到生命坛区，他们需要帮助，他们需要医治。上帝，你兴起先知，兴起带导者，兴起一切需要帮助别人的恩赐。上帝，你来赐给我们更多的恩赐，使我们这个教会在2022年可以展现你的荣耀，在2022年我们可以活出耶稣的形象。哈利路亚，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帮助全世界的人，不单是帮助，他有怜悯，他有关怀，他有指引。上帝，我们要成为你末世的这个工人，收割的工人和服侍的工人。上帝，兴起每一位生命传奇的弟兄姐妹，使我们成为你的工人，使我们成为你的祝福的管道。哈利路亚，谢谢你今天晚上赐给我们这样的这一个讲道。上帝，我们祷谢谢你。哦，好，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的，我们知道你是带领着我们录音赏赐房赏赐上腾。哦，哈利路亚，有老鹰异象来指引我们，来给我们启示。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孩子，我们是被你祝福的孩子。哦，我们是你给你的圣灵充充满满的浇灌。上帝，我们是举手不及为，我们知道上帝，我们是你的孩子，是你被你恩膏的。我们要起来建造，起来建造你的国度，起来复兴你的国度。上帝，不要bypass 我们，来使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来跟你一起来这个应许哈利的圣灵来当我们当中运行，上帝，我们要跟上圣灵一起同工，哈利路亚，成为你末世的精英，末世的工人。谢谢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到前面，我们的牧师会帮你祷告，阿门。哈利路亚，上帝祝福你们，在这个星期里面，他的圣灵会带领你们，给你们有平安，阿门。